杨秀慧想嫁，却打枪十年打人哥。他没有男友了，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。51岁艺人杨秀慧最近在台视《家有美玲》剧中披婚纱，她感叹在现实中从没穿过。前男友是生技公司老板，两人去年原本约好要拍婚纱，因为他接戏而取消了。对方虽然有意挽回，但他已经回不去了。他表示对方家庭杂物太多，离过两次婚，还有5个小孩，大家庭的压力让他吃不消。不过他也透露，还有位圈外大人哥默默等了他10年。杨秀慧只要喝醉酒，就算半夜打给他，大人哥也会立马跳起来接。很可惜的是，杨秀慧对他就是没有 feel。我对他不来劲，他做朋友可以，他到现在没放弃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喜欢他。娱乐动新闻，这其实是好人哥吧？报道。